师弟好帅，长得真的好可口，正想跟他生一对新娃。哦，师姐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不许你再叫我师姐，叫我香菱吧。对了，你在这吃饭干嘛呢？哦，没事，就带着仙娃出来溜达。原来这世界里社交不止结婚，昨天走在路上居然被小师弟告白了，今天就带他一起去打情侣限定副本吧。香菱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金哥没事，接着带你去打情侣限定副本吧。这么巧，他们也要去啊？啊！小哥哥，我觉得你救我一下，一起打情侣限定副本。什么？居然短短时间，师弟已经全身精装？没想到师弟也是财力战士，我出仙门只当了个破灵丹，这什么地段是多？灵丹怎么会？难道？幸亏我平时人品好，没氪金就难到传说级神兽。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。